齐章，为人孤傲，是镇守雍凉之地的西北景王。为了找出母亲失踪的真相，他隐藏身份进京暗查。我母亲被人秘密带走，所以即便是刀山火海，本王也得进京一趟。而在调查的过程中，他与嫁进周家冲喜的沈瑜不打不相识，两人决定互相合作，相互利用，却不知彼此在携手探案的过程中，也逐渐对对方动了心。放心吧，收了你的钱，你就是我金主，以后别说向西，你让我上西天都行。来日方长，无需急于一时，我当年从周夫人变为秦王妃。6月17号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全台首播《云中谁记锦书来》，就在爱尔达综合台300频道。